左下腿，后侧拉筋痛啊，又来给我传消息了啊，要解决这个问题啊。天上，天上的那个饮食很重了啊，很重了。哦，就是我这样子动作啊，压的很重了。这个弯过来的是这个地方就肌肉拉紧啊。顶的那个，上面很重了。等一下，我想想有什么办法吧啊，我想想有什么办法吧啊，想想有什么办法吧，嗯，哎，想想有什么办法吧。哎，这样吧，先把最大的那块陨石啊，先竖到南太平洋，那个岛的地方吧，先竖下来啊，先竖下来，那个先竖到那个大岛的地方啊，先竖到大岛的地方啊，竖在里面啊，横着也行啊，反正先最大的一颗先下来啊，先放下来啊，最大的一颗先放下来啊，最大的一颗先放下来啊。最大的一颗先放下来，最大的一颗先放下来，放下来一个，然后那个待不住的，转移到那里去啊，这样可以减轻一点那个那一块的压力啊，减轻那边压力啊，然后我这边抓紧啊，先这样通融一下子，看看效果怎么样啊，看看效果怎么样啊。看看效果怎么样啊？感觉这样的话，原来那个很弯的啊，很弯的弧形都塌下来的，那、塌下来的好像呢，稍微直一点了啊，稍微直一点了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